你要这个多多吗？啊？你拿给我。你要这个？你怎么给我吸管拿走了？哇，要喝这个多多。要用尖尖的插下去呀、啊。怎么没有插下去呀？要先干杯呀、啊！干杯呀、啊！好酸哦，多多很好喝吗？你喜欢喝酸的？对呀、啊，喝一下酸酸的。那多多有很酸吗？很甜吗？很甜哦。还是那很冰诶？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喝牛奶口味的？你不是很喜欢喝牛奶口味的，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要喝红色？昨天是喝蓝色啊。喝到都不会讲话了。对呀，因为我要专心喝，因为我要专心喝。那专心喝多。好酸哦！你要喝一口吗？这个是很酸的，太酸了吧？我的这么大罐，你就这么小罐？我的很大罐呀，要给你喝一口，给你很冰，给你很冰的。我还没喝完，干杯！我快没有了，哇，我没有了，很没有了，这么快就喝完了？我很快就会喝完了，我们等妈妈不要没有看到了，要跟妈妈说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就跟妈妈说，对呀、啊，你有喝就说没有关系呀、啊，没有关系。对呀、啊，就喝我喝一瓶多多这样。好，那喝完了，我们拿去丢吧。来，拿去外面丢。还有这个纸也拿去外面丢。那个，这个来帮忙，你在我那对，这边。你在那边。我们下次再一起喝吧。但是你的妈妈不要看到。哇，丢垃圾桶哎！你这个要拿上去吗？这个开罐器要拿上去吗？不用。好了。